今日是2018年9月29号星期六早上10点钟。诶，原来那只狗叫做 Mandy， 厉害厉害，哇好靓啊，毛色太靓了，那只狗仔。哎呀，我的 partner 去咗边度啊？系，仲有几个去咗边度啊？我仲要社会性十年啦。结论得出就系，如果佢搞一啲展览会，你点串鸠佢都唔会串鸠你。你试下同啲差佬讲，屌你老母閪，佢即刻屌翻你老母閪。你唔会咁？点屌佢都唔会屌翻嚟。你唔会咁搞嘛？我几点有车？点半。好似咩？你讲咩啊？几点有车走啊？点半。系啊，所以话 Miss 话12点打电话俾佢，我有嘛？问你咋？你问我，然之后我打电话俾佢，然之后就问佢嘛。佢人形蜈蚣。咩？你讲咩啊？唔明。人形蜈蚣啊！关咩事咧？你唔知咩叫人形蜈蚣咩关系咧？有啊，有监狱嚟噶嘛？我想问佢哋会唔会整咗啲反变人形蜈蚣？呢度系泛鸟学院，唔系赤柱监狱。赤柱监狱啫嘛，系好近。不过我哋而家唔系参观监狱里面嘛。咪我咪问佢咯。喂，你有冇谂住咧学一套电影咁，人形蜈蚣咁啊，将啲版改造成咁咧？